这个会复原的这个，因为它慢性肺病的病人很多，因为它根据现在全国的这个调查，跟慢性肺病相关的疾病，全国的三万多，所以呢，慢性肺受伤害之后，怎么样能够让它回复到，不要说全部，可以至少部分功能的恢复啊？那我们从2016年开始，要建立这个肺复原治疗室，那这次非常感谢福仁社，那么全国的这个基金能够来帮助我们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一个机器放在我们新的这个负压的治疗病房里面，这个是非常难得。我等一下会再解释这件事情。今天哈、哦、有善心的，爱有愿意做事情的，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。再次哈、哦、也是感谢社会的力量，啊，也感谢我们自己的努力哈，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。谢谢。谢谢，医师要不要补充一下？